德国宝全新旗舰店登陆咗铜锣湾 Fashion Walk 啦，成为全香港最大电器同埋家私体验店，家品家电款式包罗万有。听闻迟下仲会有埋呢样嘢添啊，成为香港人嘅新铺点。空间咧，其实好少嘅地方可以食完饭之后去活动嘅。當然有傳統的看戲啊、唱下歌啊，或者去飲下嘢、消下遣。但係如果你真的想一啲工作坊的地方，其實九點後其實是比較少的。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新趨勢，就是夜晚其實都可以有一些很文青的、很 lifestyle 的元素，可以在一個空間裏面。每一次我都會更新做一些不同的一些工作坊。可以是仲有繡花啊，可以搞書法啊、品酒啊、品朱古力啊、烘焙咖啡等一些嘅 work， 甚至乎在現場想做多一些live 嘅 show， 請啲達人翻嚟分享一下，開一下 live， 希望可以帶動到整個即係銅鑼灣旗艦店，俾我哋嘅顧客有一個後生嘅耳目一新嘅感覺。但是有一個元素很多人都未必知道，曾經試過在 MacBox 做過，但是呢個反應我覺得可以在銅鑼灣會再做得更好，就是一個烹飪廚樂體驗館，一個叫做開心廚房的一個教人煮餸啦，有些導師會回來，甚至米芝蓮的老師會回來教煮嘢嘅。約埋三五知己參加 workshop 固然開心，但是有時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。但因為疫情嚟到啦，咁首先啲人就唔翻 office， 第二咧又唔會出差，又唔會去旅行。咁但我哋靈機一觸咧，就覺得更加需要一啲咧屋企細小啲嘅家庭，佢開始都會中意煮下嘢食。咁我哋咧就將我哋啲比較係大啲嘅 size， 而家全部咧都做咗 mini size。呢款折叠式旅行电热水壶同埋旅行水杯折叠后体积细小，分别得 7.9cm 同埋 3.2cm 高，收纳容易，适合露营同埋旅行。至于呢款迷你韩式光波烧烤炉，系由畅销产品韩烧炉改造而成嘅，有齐上下混合发热系统，焗盘仲可以用嚟煎薄饼或者系煎年糕。最后呢款签形蒸煮盒就最啱打工仔一支工食饭，可以即场煮饭、蒸餸、煲汤，唔使食隔夜饭，够晒健康啊！想体验德国宝全新旗舰店嘅乐趣，抹实个地址啦！